这事儿肯定惹了，抢我吃的。这小哥把我给他治住。哎，马里过来，马在哪嘛？啊嘛！马家没得了。哎呀，有这啥子嘛？你又把干啥子？你不两个人抓吗？你要不抓？听不出来我衣服衣服。哎呦！这事儿这个叫我闹的。啊，好疼啊！ 今天就去把我这些衣服洗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新来新的又新了，专家福利，我买你这个回血洗衣凝珠30包，新的只要1分钱。我用了你手机没有这个回血洗衣液，新的一只要1分钱就能买到。干干净净，视频下方链接去看看。很多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都是新的，1分钱。衣服洗干净去了。哼，你把这些东西我拿到你。